所以我现在打左转，对，就会切到左边的镜头，对，就会切到左边的部分。打右转就会切到右边，右转就会切到右边这样。哦，好方便。对，就会避免掉一些死角啦。就是在这边的镜头。对，在这边的镜头。OK OK， 左右两边都有。对，那现在的话，另外一个环境影像啊。